自邀请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6月29号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，开始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。李克强总理夫人程红同机抵达。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长罗亚尔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，礼宾沿红地毯两侧列队向李克强夫妇致意。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也到机场迎接。